这个再等一次吧。太远了。你要注意一点，是不是？OK， 我觉得还不是还蛮自然的。对啊，那比较有。那补什么特写还是不用？特写不用。不用了吗？因为是一瞬间嘛。哦。那现在就换装，然后拍个人的吗？还是同一个 view， 还是在哪里？就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换装，然后我们去拍。我觉得不要拍公园。嗯。那我们就回一个人人行道、红砖道还是？哦，先找个地方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直接在这里换。直接换了。那我找一下，看哪里可以。